大酒挑四，闪豆二，明石勾二，明石勾三，大酒挑七粒，大酒戳勾四，明石勾二，明石勾二，明石勾三。我想请你呢，就是把这幅字呢，给明天那位年轻人。就是接触这样的字，还是懵啊。你看看他看得懂看不懂？肯定看不懂。他肯定看的是地府天书。这个时候，那个荷花都开了，特别美，一步一景。素壁有琴，藏太古；虚窗流月，坐清宵。《天书琴谱》的主人，此刻的抚琴之地苏州沂源，始建于晚清年间。自古以来，这里就是文人雅士举办古琴雅集的场所。裴金宝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艺术的代表性传承人，是吴门古琴大家吴兆基的得意弟子。古琴讲究流派，地缘文化直接关联着流派之间的风格差异。吴门扎根苏州，历史悠久，人才辈出，曾受赞誉有名士之风。裴金宝与琴为伴近四十载，他的琴音延续着吴门琴派一贯简静清和的曲风。无论是弹琴、传琴，还是酌琴、修琴，都颇有建树，是如今为数不多的全才型琴师。